前台南市长郭信良涉嫌借台南定位案向厂商讨钱被起诉，因为佫牵涉到高雄大邱的定位案，唔愿参加定位自救会成员，今日举行记者会抗议被逼参加定位。对此，内政部回应，面对无意少民众对主办定位疑虑，相关的法规确实爱佫强化。童话不是秃鹰身材工具，童话不是。要求政府向予人民土地正义，包括台南甲高雄的反主办中卫自救会成员，在立委甲学者的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，批评前台南市长郭信良涉嫌以台南电视的主办中卫案，甲土地开发商讨上千万，拢去予检方起诉，因为这个开发商还佫牵连高雄大树卡的两件中卫案，无愿意参加中卫案自救会成员，今仔日上白举行记者会，抗议引起方强迫爱参加中卫。自主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美名呢，完全的推翻了。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，坦白讲，我们不愿意参加的地主呢，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就我们给我们不愿意从化者一条活路，拜托，谢谢。自救会希望讲，检调爱深入调查这个案件，嘛强调讲，既然是主办的，无愿意参加的人，就应该卖包括在内，嘛希望改进估价程序，达到定位了后评定的地价，甲市价一致的机制。你们的土地全部都要拿出来，这个自办是一同化，变成是一个侵害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权益。相关的规定是有一些机制，但是可能在这个机制上面还需要再做一些的一个修正，是不是让它更强化？针对这点，内政部回应讲，虽然是主办中卫，不过相关的法令确实要有检讨进步的空间。也若立委要求讲，伫个月底进前要提出改善的方案，若无会陪同自救会成员向监察院寄发相关政府的官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